微笑单车 U-Bike 已经成为了大众最喜欢代步的交通工具之一，像新庄头前国中最近也新增了一个设置站，这也让通勤族还有当地的学生又多了一项新的交通选择。随着 U-Bike 设置点越来越多，让更多人可以在点与点之间做接驳，这种短程承载似乎也受到更多人喜爱。而新庄头前国中就是新增的一个点。别日啊，公文车伊就起来咱家，予伊这个重点伫遮来藏，藏了后，伊要搁来活动好势了后，伊要等于伊嘛，搁在底下，搁在看的，搁在。徛等于因的原地，所以这种的伊就，但是较偏僻较少。但是这以后，因为这个反转捷运通了后，这个人集中的人足多，以后慢慢嘛是增加足多人伫遐咧活动的。另外，这个点又是最靠近昔日五股工业区的一个接驳点，所以不止加惠了学生族群，也让通勤族多了一样选择。慢慢伊就是引导。伊这个人潮的时阵，就会适应着咱这个人民的需要，伊就去用着人来愈来愈侪，甲摊到这五股这个工业区，所以这是足方便的一个交通的用具安尼。虽然目前这个点还不是广为人知，但里长感谢民意代表们未雨绸缪，深知未来这里会是交通转乘处，所以里长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，因为一旦捷运开通，相信这里的 U-Bike 可是一车难求。记者新庄采访报道。